料理医生叶如海。没错，我就是专门抢救食物，把难吃的食物从滚烫里面救回来的料理医生。哇，好酷哦！北方十六把刀料理医生叶如海是我的完整外号。其实我一直在等，等待一个这样的角色，就是可以找我做菜的这种角色。因为我高中就是学餐饮的，我还记得我那天是一起床，然后就收到公司给我一个讯息，就说寄了一个新剧本要我看一下。我才一打开信件，我就马上回信给公司说，这个剧本就是我一定要接了。其实一开始我们锁定他的时候，并不知道他有厨师背景，可是到了现场开始要演他切菜、做菜那些戏的时候，哇，他真的很厉害。又太适合演阿海了，因为我老实说，我觉得杨佑宁他就很爱耍帅。我当然希望比较帅，但我又是一个专业演员，又希望戏比较好。其实耍帅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在耍帅的时候，会觉得他蛮蠢。那我其实觉得我是受限于外表啊，他们觉得我在耍帅。演人就是矫情。到现在我们整个电影完成来看，他这个角色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他实在太有趣了。只要有杨佑宁出现，焦点都在他身上。你我只是老黄牛，这个感觉太好吃了。米粉是米做的，但是米粉走出了自己的路。看到米粉有这样的表现，你也会感到骄傲吧？这才是炒米粉，这才是炒米粉啊！我觉得这就是勋导跟他一起有创造出一个新的样貌，那他也提供很多意见啊，尤其是在唱歌这件事。但是我说，欸，你唱歌很难听耶，但是他还是很勇敢，就是在这个表演上唱歌。我的歌声真好听，这就是我说他超适合演阿海。如果今天阿海一开口是一个歌声超好的歌王，那就不 OK 啊，不好笑啊，所以一定要又来演啊。而且大家可能看到电影，可能会想说，啊，杨宁是不是故意把他唱坏？没有，他就是唱得这么坏。三八阿花，唱来唱去，啊，三八阿花吹喇叭，那就再三八，再重复一次。我的歌声真好听，我希望大家看完电影以后，可以对自己所爱的东西更认真一点，像阿海一样。我觉得有的时候过分认真会蛮好笑的，那因为蛮好笑的，你的生活就会变得比较欢乐一点，比较有趣一点。那我觉得戏里面最重要的是勋导把他的一个精神投入在每一个角色上，所以每一个角色都很认真。可是真的，你看一群人这么认真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很可爱，然后很好笑这样。我一直觉得台湾的年轻人很优秀，素质也都很好，不管是杨佑宁、夏雨乔都很好，只是大家没有太多好机会。那所以我们做创作的人，我觉得光看这些年轻人，我们就是要有义务为他们多拍一些、多写一些好戏给他们演。台湾才会有自己的名气，才会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中破塞8月16，我们这一次不是来 Ban-doh 的，我们这一次是来 Ban-doh 的，假霸雄鸭。